梁门穴主要功效，调肠胃，消积滞。穴位定位，梁门穴位于脐上四寸，人脉旁开两寸，主治疾病不思饮食、脘痛、肠鸣、呕吐。掌握以下四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手掌根部从下往上推按梁门穴2至3分钟，长期按摩可改善不思饮食、脘痛等病症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，灸至梁门穴5至10分钟，一天一次，可治疗腹中积气、结痛、不思饮食等病症。三、拔罐方法，准备火罐、钳子、棉球、打火机、95%酒精、毛巾，用毛巾将穴位清洁干净，用钳子夹住棉球，蘸适量的酒精，用打火机点燃棉球，用棉球在罐内转一圈，以火罐拔梁门穴，留罐5至10分钟，至潮红发热为度，隔天一次，可治疗脱肛、大便滑泻等症状。四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、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让刮痧板的边缘向刮拭的方向倾斜，用面刮法刮拭梁门穴，以出痧为度，隔天一次，可治疗肠鸣、呕吐等病症。操作完毕。